请掀开经本第405页倒数第五行看这个抄念着大本法藏印云我作佛时刹中菩萨神通智慧辩才相好威神习戒如佛今来成佛得随所应也行者大本源二是法藏教化众生修行六度广行教化至无量众生发菩提心行经成就如是庄严也这个一段是说明书里面呢讲的愿行经上讲成就如是功德庄严这功德庄严怎么成就的是阿弥陀佛修因正果是无量劫来的大愿大行所成的那么为什么要求生西方不求生西方我们能不能成就在理论上讲呢不求生西方也能成就理论上讲可是在事实上讲啊成就实在是不容易一定要有啊相当的环境作为修学的正上缘所以这个在诸佛刹土里面唯有西方极乐世界是最理想修行的场所它的原因非常之多这是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的所以十方世界化身大师都求生极乐这是我们在大乘经上常常看到的那么即使是华严经上也不例外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华藏世界41位化身大师都遵守普贤菩萨的劝导求生西方普贤文殊自己也求生西方这是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的我们也要多想一想文殊普贤是原教等觉菩萨为什么还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仔细去思维这些大菩萨们也可以说已经就成佛了他还要生西方世界这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是到西方极乐世界证无上正等正觉因为等觉菩萨还是正等正觉无上没有正等除了这个
他还求什么？所以等觉菩萨所求的就是成佛了嘛。第二个原因呢，是诸圣善人聚会一处啊，这个因缘太稀有了啊。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修行难，难在哪里啊？难在大家不和，个人有个人的意见呢。所以说做事难呢，是做人更难。除事难，除人难呢，除人比除事难得多了。西方世界是诸圣善人聚会一处。不是普通的善，上善。那上善是指什么呢？给诸位说，祖师大德明白地告诉我们，上善是等觉菩萨，是观音、师至、文殊、普贤这些人，天天跟他们在一起，这是十方世界里面所没有的，唯独西方世界有。这个经上引用无量寿经的经文说，大本就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在莲池大师这个时候，苏超是莲池大师做的。莲池大师这个时候啊，无量寿经有六种本，除了五种言语本之外，有一个汇集本是王龙书居士做的，称为大阿弥陀经。这个汇集本流通的很广，莲池大师在这个苏超里面所引用的经文，大多数啊都是龙书居士的汇集本。那么也有地方引用原文的。那么这个愿文里面讲得非常清楚，西方世界是平等世界，阿弥陀佛法愿说，法藏就是阿弥陀佛因地上做菩萨的代号。我做佛是刹中菩萨，西方极乐世界通通是菩萨。我们这边念佛下品下生去的也是菩萨。我们这个世界有十法界，西方极乐世界只有一法界，菩萨法界，所以通通是菩萨。神通智慧辩才相好威神，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这个不可思议啊！这难信之法了啊！我们只是一身的业障，带业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居然跟佛就一样。不但跟佛一样，神通智慧辩才威神也跟佛一样。你说这是什么人能下去？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但是佛决定的没有妄语，佛在金刚经上说得很好，如来是真语者，真就不假了，实语者实就不虚了，如语者如语是恰到好处，不增不减，完全是事实，不妄语者不狂语者，不狂不夸大，不妄语者绝不欺骗人。这个话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释迦牟尼佛转告我们，释迦牟尼佛转告就等于阿弥陀佛自己亲自给我们说，没有两样。那么现在他在西方成佛了，而且成佛已经十劫了，所以他的四十八愿
一念念都兑现。我们想求生西方，最重要的，我们的心要跟阿弥陀佛相同，我们的愿呢也跟阿弥陀佛相同，我们的戒行也要跟阿弥陀佛相同，那就决定往生。第一下，这是讲行。行门这个地方设的简单，设的是个纲领。那么说六度，六度是正行啊，好像我们这种大楼给你设第一层、第二层啊，但是你要晓得，这个大楼建筑啊，第一层底下还有基础啊。如果没有地基，这楼是盖不成功的啊。基础是什么呢？基础是《观无量寿经》里面讲的三福啊，所以设六度，六度大家不要把三福忘掉了啊，那是基础啊。啊，怎么知道它是基础呢？你念《观经》啊，韦提基夫人，他也是遭了苦难了，啊，遭到苦难了。这人就不想活了，啊，不想活也不能死啊，死了就不得了啊，啊，所以这才求佛。有没有好的地方呢？我要求往生，我不想在娑婆世界中。啊，佛很慈悲，把十方诸佛的插图都显现在他的面前，就像我们现在看电视一样。啊，诸佛插图通通都看到了，让韦提希夫人自己去选择啊，他就选中了西方极乐世界啊，可见得在比较之下了，西方极乐世界一定是比其他诸佛插图来的殊胜的，所以他才选择这个方法啊，选择这个所在。选择好了，这就求释迦牟尼佛教给他什么方法去往生。佛在没有说方法之前，先教他修三福，明白地告诉他，这个三福是三世诸佛敬业正业，这我们就完全明了了。这个三福啊，是学佛的基础啊，不仅是净土法门，所有一切法门都要以这个三条为基础。为什么呢？三世诸佛敬业正业。我们今天学佛不得力，功夫不得力，那学佛得不到结果，原因在哪里呢？修六度啊，不肯打地基，我要盖房子，盖得越高越好，没打地基啊，还没盖好就倒掉了啊，一辈子也盖不成功 啊。那么诸位同学也晓得，学佛从哪里学起？从这里学起啊。三福第一个是孝养父母啊，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那么我再告诉各位，如果没有慈悲心，如果心里还有贪嗔痴慢，那就是不孝，那就是不敬啊，不孝父母，不敬师长啊。所以佛法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第二条，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啊。第三条是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圣地经典，
这是基础啊。你念到六度，你就要晓得六度之前一定有基础啊。这个基础完成了，才修六度啊。叫广行教化啊，治无量众生发菩提心啊。这个治就是劝导啊。那么阿弥陀佛行成就的啊，所以这是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啊，是净化具的啊，如净明经其中净化。啊，这个地方特别提醒诸位的，我们供佛了。最通常的是用花供养，香花供养。花代表什么？花就代表其净化，就代表这个意思。你天天在佛菩萨面前供花，不知道花什么意思啊？那么话，换一句话说，你所供的花自己得不到受用啊。花实在讲呢，是提醒你自己啊。这七个警觉性啊，这个叫七种净化了。不管你供养什么花，看到花就代表这七个意思啊。那么我们的七个这七这个七净是不是现象啊？由此可知啊，佛门里面包括佛菩萨形象，一切设施都是表法的意思，开启我们的智慧光明啊，是这个意思啊。像我们供养这个灯烛啊，蜡烛，蜡烛放光明啊，代表般若智慧啊。蜡烛越烧啊越少，烧到最后没有了，代表是燃烧自己照耀别人啊，舍己为人呢，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供这个灯明、供烛、供油灯好，它的意思非常明显啊。这个电灯意思不明显啊，都是这个意思啊。以我们的智慧，以我们的正能，为一切众生服务，实际为人，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七净呢，第一个是戒净，三业净土啊，这是讲身与意心清净，身清净，语清净。我这次在北京遇到黄念老，我给他见两次面，谈了七八个小时。这个老人家说，老人家现在知道我们台湾呢，从南到北受持无量寿经的人很多，他很欢喜啊。他说至于这些人啊，有几个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这个不敢说，但是对于台湾呢，小戒难呢，这个可以说是肯定的啊。将来这个世间有大灾难呢，这个地方不遭难啊，这一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那么在座呢，还有一些居士们听到，他说这个话真的吗？他很肯定的是真实的啊。同时他告诉我，满清在盛最盛的时候，万圣殿就是念无量寿经，由法师啊，宫廷里面请到法师带着大家一起念。他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了，是语境深语意
第一件，这个不念阿弥陀佛都不算清净，讲一切的话就是讲经说法都是废话啊，也就是说明只有一句阿弥陀佛是真话，是真言了，其他的话都是废话，都是假话，都是没有用的话啊，这就说明了念佛重要啊。是地贤老法师以前他那个徒弟念三年佛才往生啊，因为他三年没有讲一句废话啊，地老教他你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就再念啊，走的时候是站着往生，往生之后还站了三天，等他师父来给他办后事啊，死了以后还站三天，这个不容易啊啊，这是民国初年的事情，这些老人都非常熟悉，都知道啊，所以这个三业清净、语业清净最重要啊，人与人之间许许多多的误会都是因此啊，如果你一听到阿弥陀佛，你说谁误会，绝对不会有一个人误会的啊，希望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啊，三业清净啊，身立阿弥陀佛，口念阿弥陀佛，心里面想阿弥陀佛啊，三业就清净了，不想阿弥陀佛呢就打妄想啊，啊打妄想就是制造生死轮回啊，你怎么能够免得了轮回呢，怎能够出三界啊，可见的这个三业清净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二者心净，心就是三业里面的一清净啊，本来啊这个戒净可以包括了，现在特别再提出来就是特别强调啊，因为心清净了啊，身与鼻净清净啊，往生这是心往生的，这身不会往生的啊，也就是心意，我们怎么讲的精神啊，不是这个肉体啊，肉体决定不清净，这个是要觉悟的啊。清净呢，烦恼结漏净故啊。烦恼大家晓得，什么叫结？这个结就是牵挂了啊，你心里头有牵挂。漏啊是比喻啊，只要你有烦恼有结，你的功德都漏掉了，漏失了啊，所以漏也是烦恼的代名词。学佛的人先断烦恼，再学法门啊，烦恼要不断，没有机会学法门、啊、为什么呢，所学的法门都是邪知邪见、啊、清凉大师说得好 啊， 清凉大师在华严经苏超经题里面说过啊，他老人家说有解无行，行就是修行啊，有解是学法门啊，行就是断烦恼，换句话说有法门无量誓愿学而没断烦恼的话，正长行净，
忧心无解，阵仗无名。这个事情就很麻烦了。所以诸佛菩萨祖师大德教给我们要戒心虔念，才能够断烦恼，才能够破无明。那么烦恼无明究竟是什么？佛在华严里面告诉我们，他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如此可知，我们每一个人是本来佛，本来都是佛，现在为什么落到这样这个地步？我是一句话把我们的病根说出来了，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妄想就是无明，执着就是烦恼。所以学佛呢，先要把妄想执着断掉。我们本性里面无量的智慧德能自然显现了。佛家修行就是学这个的，这个东西要从心地上做功夫。外面言行那是受于帮助，最重要是要转念头啊，要转念头。所以四弘誓愿呢，是先断烦恼后学法门啊，这是各位同学一定要知道。讲经乃至于三藏十二分教，这三藏大藏经讲经说法给谁用的呢？给那个没有入门的人用的目的在哪里呢？目的是帮助他建立正心正觉，到真正修行的时候，这些东西通通用不着了。这个诸位要知道用功好像是先给你讲解讲地图路怎么走法，到你一上路这东西不要了路我已经清楚了熟悉了，我走路了不要，也不要讲了，也不要图了，就不要了。无量行门当中唯独这一句阿弥陀佛，这个法门是真正不可思议夏年基老师是讲得好啊，亿万人中一二者真正透彻了解是不容易念佛人虽然多对于念佛所以然小得多人对不对那么今天在全世界比例当中，我们台湾人知道的是最多台湾是宝岛啊，是福地这个地方不会遭难我们很有信心。所以一定要断烦恼，要断习气。怎么个断法呢？烦恼习气一起进行的时候，禅家说得好，不怕念起，不怕戒起。这念是决定会起的，如果不起，那你是圣人，你不是凡人。凡人总会起烦恼的你烦恼起不怕，怕的是你不觉。什么叫觉呢？烦恼一起，马上把它转成阿弥陀佛，
就是佛。啊，在经中里面讲，一句阿弥陀佛就是佛。在这个地方，我特别给同学们说清楚，什么是烦恼？心里面不高兴、不如意是烦恼，心里面高兴、舒服还是烦恼，这个要学习。啊，心是清净的，本来无有嘛。喜怒哀乐都是烦恼。啊，为什么呢？你动了心，你心不正常。所以我们在忧虑的时候赶快念阿弥陀佛，啊，不高兴的时候赶紧念阿弥陀佛，欢喜的时候也赶紧念阿弥陀佛，不要一欢喜的时候把阿弥陀佛忘掉了，啊，还是掉在烦恼里面。啊，换一句话说，如何保持你的清净心，这个重要。大经的经题啊，心静平等觉，这个重要啊！二六十中，你能够保持心静平等觉，你就在行菩提道，那是真正的菩萨道。那么方法就是用一句阿弥陀佛。什么时候念佛最要紧呢？就是这个时候，起心动念的时候，啊，马上转成阿弥陀佛。啊，所以一句阿弥陀佛可以断烦恼，可以破邪漏啊，功德是无量无边，就在你自己会不会用，比什么都有效。三的见解，这个见解是我们讲的见解，三见解。我们六根对外面的六尘境界，心里面所起的烦，啊，这是见解。念法真净，不起妄想。我们见外面境界都会起心动念，圣境起了禅冒，逆境呢起了成慧。诸位要晓得，禅冒是烦恼，成慧也是烦恼。那我们每一天六根接触外面境界，生烦恼啊！过去我们讲过六祖坛经，想想我们比不上慧能呀。慧能人家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他长生智慧，他不生烦恼；我们生烦恼，他生智慧。啊，什么原因呢？他心清净，他的心本来无一物，他当然生智慧。啊，我们的心不清净，啊，你接触外境生烦恼，啊，我们的心里面充满了贪嗔痴慢了，你接触外境就生烦恼。啊，这个正常的，我们的辨别错误，心不清净。见解要不错是什么呢？这个时间呢，不是《金刚经》上说得好，凡所有相，就是虚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什么叫有为法呢？白法里面讲的清楚，你看白法明文呢，前面九十四法都是有为法，比后面六法了是无为法。啊，前面九十四法里面包括了心法，法身，法心王，这些是有为法。
五十一个亲属也是有违法，二十四个不相应还是有违法，乃至十一个设法也是有违法。设法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物质，心法是讲的精神。我们今天观念当中，精神与一切物质同时有违法。既然是有违法了，都是梦幻泡影，没有一样是真实。如果你要是看透了，你就不会计较了，你也就长生智慧，不生烦恼。为什么呢？见到一些顺心的，这个讲那个时候顺心不顺心都没有，还有什么贪嗔痴慢？心清净了，与一切万法平等。西方极乐世界跟阿鼻地狱平等无二，平等啊！那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贪爱的心，阿鼻地狱也没有讨厌的念头，平等，应该清净平等，就是念法清净。西方极乐世界。是真如本性变现出来，阿鼻地狱六道轮回也是真如本性变现出来。由此可知，这个性别清净不重要啊，是心中。这个近代的科学家。发现到这个世间没有物质存在，我们过去还讲心无，现在科学家发现没有物质存在。我们看到种种这些物象究竟是什么呢？现在发现是波动，震动波动产生的现象。究竟是什么波呢？科学家还在那里研究啊。这就像在佛法里面所讲的，这个波是心波。华严上已经讲得很透彻啊，设法界一真庄严，唯心是心，唯识是心啊，知。这是心的波动，是心波动，变现而已，这还是。如果没有这个波动呢，那么这个法界叫一真法界。西方极乐世界一真法界，都是它平等。第四叫住已经，念身专一度，身之理啊，甚深之理，宇宙万有的根源，他见到的，所以他不怀疑，特别。静中，静中是诸佛如来教化众生，断烦恼，证菩提的地方。无量寿经是静中第一卷。可以说无量无边的经典，无量无边的法门，通通是从无量寿经流出去的。无量寿经是根源啊，如果没有到度已经，这一部经它
不能讲不法啊，到度已尽，这个不简单，度是度过了。对于宇宙人生一切法门许许多多的疑惑，他通通知道，这叫清净，这很难。所以我说，现在同学们，你们的善根获得因缘比我超胜多多啊！我对这个法门搞了30年才上进啊！你们现在听我讲讲就相信了，这是不简单啊！这就证明你们的善根也很厚啊！正如大经上所说。你们诸位同学在过去当中曾经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啊，像《金刚经》上面不是三世五佛所供的善根，你们过去当中是无量无边诸佛如来是供的善根啊。现在得到诸佛如来冥冥当中的加持，所以这个经典一接触就欢喜，一听就相信就接受啊，这个叫因缘成熟，这的确是稀有难逢啊啊！正如彭二林居士所讲的，无量界来稀有难逢之一人啊，这是值得庆幸，值得珍惜啊！一定要把握这个机缘，断疑成就啊！那就没有一个不成就的。第五是分别道尽，道就是道路，换句话，你能认识路。此地所讲的是。这个道士是成佛之道啊，成佛之道有84000，有无量法门，道就是法门。你在这么多法门里面，你认识有一条最近的道路，最稳当的道路，自己从这个道路啊，一生当中决定可以达到目的地的道路，你能把它选择出来认识出来，这个不容易啊，这是智慧，这个是福德。没有大智慧大福德，无量法门你怎么会选择这个法门呢？啊，这个不容易啊。是道宜行呢，非道宜识啊，这个地方的是非有绝对的，有相对的啊。绝对的讲，凡是明心见性的道，这就是道啊。净土中的一心不乱，就是禅家的明心见性啊，这个是道。戒定慧是绝对的道啊，相对的道呢，那就是适合于自己的根性，适合于自己的兴趣，适合于自己生活的环境。那么我们选这个道了，修行就不难了嘛。我们今天大家选择持名念佛这条道路，对于这条道路一定要清楚，一定要明了啊！这条道路正住双修啊，正行
就是持名一样，一心一意啊，求生净土啊。住行就是我们现在人还没到西方去，还离不了这个社会，离不了人群，我们如何跟一般大众相处？这里面有许多的原则，像前面讲的三福，这属于住行啊，属于三福六度啊，属于住行啊。我们在净宗学会里面提出啊，修行五个课目啊，这五个课目，第一个就是三福，第二个是六合。六合是佛教僧团的根本大戒啊。今天这个世间为什么没有僧团？就是大家都不遵守六合，这就不是僧团了啊。所以要晓得六合重要啊。我们俗话说家和万事兴，你家不和，这个家庭不可能兴旺啊。团体、公司、行号、社会、国家，没有例外的啊。和当然最重要的是境界，就是前面两个是基础吧，念清净度一净，这个和就可以做到了啊。见和同修啊，见和同修啊。啊，然后就是三学六度十大愿望啊。我们去进宗的时候，我们处世待人接物，以这五科为原则啊，用这五科修正我们自己思想、见解、行为啊，这是道啊。与这个相违背的，这是非道即是。六者行断之意，所行所断通达。行是所行啊，行者断之意，所行所断通达啊。有一些人你叫他断，他也能做得到，可是究竟为什么要断，他没搞清楚啊。没搞清楚是勉强做，做到一段时期他怀疑了啊，怀疑甚至于退心了，甚至于毁谤了啊。这都是什么知见不定啊啊，这个是我们修行为什么要修行，我们依据什么修行，我们到底修什么行，修行之后会得什么样的结果，通通知道啊。从因到果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叫行断之见性啊。所以菩提道上啊就没有障碍了啊。接着这是到最极清净的涅槃子啊。涅槃是梵语，通常翻作涅什么呢，就是涅妄想、涅烦恼啊、涅执着，这通通都灭了，恢复到心地清净，恢复到本性啊。本性里面所有的东西通通都灭了
是这个意思。这也翻作延吉，也是圆满。那么这里也翻作无学，有学就不清净了。清净了就没有学的了，就毕业了。那么诸位同学要记住，这个花里头有这七个意思所以当你每天种花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这奇境？花是奇境花，果是涅槃果，果是果报，花是修因正果所以我们供佛有供果果是代表果报小乘有四果，大乘有菩萨有佛是我们所期望的。我们期望这个果报，我们要真正去修因花代表因，先开花后结果，表这个意思这个花了不是给佛看的果也不是给佛吃的，佛也不吃这个，也不闻这个供佛，供在佛面前，第一个表示我们对佛的敬意香花供养表敬表敬意拿敬佛的这种心是敬一切人，是敬一切事，是敬一切物，这是佛教给我们。我们对佛恭敬，对那个人就不恭敬，那就错了所以供对佛的敬，佛是教我们敬敬一切人，敬一切物，敬一切事，是这个意思我们对人不敬，就是对佛不敬我们对佛的这个礼敬里面就有欠缺，就不圆满了对善人要敬，对恶人还要敬为什么呢？善人恶人呢都是人，善人恶人都有佛性，善人恶人将来都要成佛所以这个礼敬呢是没有界限你看十大愿望第一条礼敬诸佛称赞呢那里面就有一点差别了称赞如来，如来跟佛不一样佛是讲相，四相上是平等的要平等的礼敬，但是称赞呢不行，称赞呢要讲如来，如来是讲真如本性，与性德标准相应的称赞，与性德标准不相应的不称赞礼敬而不称赞，这就是我们中国古人讲的敬而隐之，敬我们是一样平等的恭敬，隐是不称赞他是恶人恶事不称赞你看这个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好做出榜样给我们看善财童子参访善知识，这五十三个人里面有学佛的，有外道的，男女老幼，各行各业，通通有。有做好事的，也有做坏事的。你看里面，甚热婆罗门，善财童子有礼敬，没有赞叹，没有称赞。密说伐多女，善财童子有礼敬，没有赞叹。甘露火王善财童子去参访他，也是有礼敬，没有赞叹。为什么呢？
这三个人是代表贪嗔痴，贪嗔痴怎么可以算贪？不能算贪啊！所以要理论，不能再贪啊！所以赞叹呢，就称赞如来了，他就不叫诸佛了啊！如果诸佛呢，那就是平等，决定没有差别啊！所以理论没有差别，称赞里面要用我们的智慧。这是我们平常啊，供花供果要知道啊，所以这个供花供果就得无上的法喜啊，所以这个供养佛像啊，香花啊，净水啊，这个净水也供一杯净水，这个很重要啊。通常你是真正修行人。像印光大师他的这个念佛堂里头，他没有花也没有供啊，他不供这些东西啊。为什么呢？没有时间去办啊。最简单的做这个供养呢，就是香跟水啊。水代表心呢，清净心，水清净水是平等啊，代表清净平等啊。看到这个水，想到我的心像不像这个水，它通通是表达的啊，绝对不是供了那个佛的水啊，喝起来可以治百病啊，实在是治百病，不是喝了吃百病治百病。你懂得它的意思，你心地清净平等，你什么病都没有了啊。病从哪里来的？你心不清净，这才长病啊。清净心哪里会生病啊？不会生病啊。是清净心平等心不会生病。水是代表清净平等啊，香是代表戒定真相啊，是戒定真相啊，讲这个意思。香也表性啊，性相。你学佛没有迷信的，你供养这些要说得出一番道理出来啊，这经常明明白白的教给我们。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把它念下去啊。海中为嫩松生粉，因为一颗兼通菩萨如道行，一通大小成故。海东是古无大德，他老爷说《广灯论》里面这两句话是对于阿罗汉说的，是对声闻说的。莲严池大师说啊，这两句话也可以对菩萨说啊，并不限定的对于声闻啊，一样也可以对菩萨。下面他提出证据出来，譬如三十七道品，小乘讲三十七道品，大乘也讲三十七道品。我们看看天台大师的这个三十七道品，他就有藏通别语啊，就讲这个这个四念处啊。我们过去曾经印过四念处，有藏教四念处、通教四念处、别教四念处、原教四念处啊。那么通别语呢，都是菩萨发的，所以三十七道品既然通大小乘，论里头这两句当然也可以通大小乘啊。这莲池大师为我们解释，不要局限于小乘，因为弥陀经不但是大乘，是圆满的大乘啊。
弥陀经跟无量寿经是同步，是一部经，一个是详细说，一个是简单说，啊，只可以说说有详略的差别，内容并没有两样，啊，内容完全是一致的。莲池大师称之为大本小本，自南王行树之词，一真共五番庄严，记录之意略尽之事，总结前面这个也感觉啊，给我们说明呢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啊，一报里面南城罗王行树啊，正报当中佛菩萨啊，阿弥陀佛是教主，圣闻菩萨是化伴啊，就是同学伴侣，这一点我们必须要读大经才能真正明了啊。西方世界说实实在在的话，里面有没有声闻缘觉天人这些名号呢？没有啊。为什么没有呢？如果有，心就不清净了，清净心里面哪里还有什么天人声闻缘觉？不但连这个没有，再告诉诸位，佛菩萨也没有啊。清净心里头哪来的佛啊？那个地方真正清净世界一真法界，佛是为我们介绍，不得不用这个方便语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这些名相全都分了啊，这个才叫一真啊。啊，心里面动一念，这就是二了，就不是一了啊。所以那个八戒是一真法界。那么说的详细，无量寿经讲的详细，观无量寿经也讲的很详细，这一部经呢讲的简略啊，但也把极乐的世界的状况啊大致都给我们说出来，说略尽之事啊。下文众生生者，也不处等以正报众事啊。等下一大段，这是讲往生者的啊，给我们介绍十方无量无边的众生，上通等觉菩萨，下至卧道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一桩事情可以说人人有份呐、啊！问题就是你有没有缘分呢？遇到这个法门，遇到了你信不信这个法门啊？如果遇到能信能愿，那就是没有一个不往生。这个理很深啊，理是的确是深啊，但是四呢不难，四是很容易啊，四是难心易解啊。我们再看底下一段经文，又舍利弗，
弥勒国土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我们看李延慈大师的注解，是丞相不独现在彼国，无非贤圣，但有生者，行皆不退。这个一句抄里面有注解，407年的第二行，这是解释这一句生皆不退。凡是往生到西方世界的人，我们在48愿里面看到，即使是本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阿毗跋致，也是不退。阿毗跋致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叫不退。那么不退究竟是什么样的地位？古德告诉我们，七地以上才能称之为阿毗跋致，这个地位就高了。通常凡夫开始学佛修学，修到七地菩萨要两个阿僧祇劫，那个凡夫不是普通的凡夫啊，普通凡夫刚才我们说过，我们在座每一位同修无量劫来不晓得修过多少阿僧祇劫，可以说一定修了无量无边阿僧祇劫，你才有机会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啊。那为什么今天没成就呢？这是讲两个阿僧祇劫，从哪里算起呢？从小乘出果算起，没有证的出果通通不算的啊。好像这个念书，学校念书啊，学籍从哪里算起？从小学一年级算起，幼稚园不算的啊，不算学籍的。我们无量劫来啊，生生世修行呢，都在幼稚园打转，从来都没有升到小学过。这问题就出在这里啊！所以这个佛法里面讲正果是从小乘去到晚，断三界88天见惑，从这一天算起啊，算起。两个阿僧祇劫就证到阿毗跋致了两个阿僧祇劫这是天文数字啊，这时间太长太长了，我们修这个法门呢几天就可以往生了。这个经上说若一日若二日顶多若七日你们想想哪一个法门比这个法门更快的密宗说一生成佛，我们这里是7天和1天就成佛，比他高的太多了。那几个人见到呢，这太难得了前年呢华盛顿地区周广大师说念了3天阿弥陀佛来接引他往生真的若三日才成就的那个周先生我们不能称他周居士，他没学佛他也没文化
他不信佛，临终病重的时候快要死了，这个才遇到佛法啊，才真正念佛求愿往生，念了三天把阿弥陀佛念完了啊，他跟他往生三天三夜啊，往生呢都是不退转。孔与彼国故多贤僧，然是久修上师啊，上师就是讲的等觉菩萨啊，西方极乐世界这样的人很多啊，是其心生的未必不退呀 啊，就又怀疑了，我刚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恐怕得不到啊，恐怕会退转呐、啊！啊，西方极乐世界这一退就退回来了，是不是？你们有没有听说退回来的人？自古至今没听说从西方极乐世界是退回来的，没听说过。啊，所以要知道啊，这里特别给我们说明心生的不退，故言不论凡身。大王生的即不退转，以戒其智啊，我们读了这个这段经文，信心就坚定了，信心就恳切了，疑惑就断除啊，断疑生戒。大本说明的如云，这是引用无量寿经，无量寿经讲的详细，是生彼国者，除人心意，不忘动作，动无引怒之心，欲持之态。这一段是说西方极乐世界的环境好，那外缘殊胜，没有境界会引起你的烦恼啊，所以是带业往生啊，那业什么？业就是烦恼习气，并没有断。西方世界没有引，不会把你烦恼习气引发出来啊。这是说那个叫环境好啊，物质环境、人事环境都好啊，一到那里去。事事顺心，事事如意啊，这是在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求不得的，西方世界都圆满了。这从事上说，又以生彼国者，戒习具足三十二相，助根能力，乃至成佛，不受我取。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前面说过啊，你的智慧相好，德能神通跟阿弥陀佛无缘啊，啊助根能力就是智慧神通跟佛相同啊，从生到那一天一直到成佛，不受过去啊，不但过去的果不受，过去的因也不受啊，因就是贪嗔痴慢了啊，都不受。又论证明天人不动众，清净智海身，这两句话是往生论里面的天人不动众，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天人，但是弥陀经上讲的有天人，有声闻，无量寿经里面给我们说明，
天人生灵呢，是这个声闻，是方便说，不是真实说。啊，说天人生闻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你没有到西方极乐世界以前的身份，像我们是人的身份，分到了一个啊叫天人。啊，实际上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通通是菩萨。啊，是你没有往生之前的身份。啊，你从天上去的往生的成为天，你是小乘啊，回小向大也念佛往生的成圣闻。啊，不是真正的西方极乐世界只有菩萨，没有声闻天人。啊，这个要知道。啊，另外一个说法呢，是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断烦恼的程度，比例他方世界的天人无罗汉。啊，我们待业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虽然智慧、神通、道力、相状都跟佛没有两样，可是还有一样不一样的，那就是佛没有烦恼，我们还是有烦恼。啊，我们是待业往生。如果见思烦恼还带着没有断尽的，就等于他方世界的天人。见思烦恼断了，尘沙无明没有破的，等于他方世界的原则声闻，是这个意思。啊，其实那个确确实实没有二乘天人的称号。啊，这个没有。啊，所以啊，他的第一论就是说天人不动动啊，天人都会起心动念的，他不动啊，清心自海生，不动就不退也。啊，良有念佛之力，色即如来智海含应而生，念经不退步。那么这种功德利益从哪来的？啊，随着南行之法的教下的法师很少相信，禅宗大哥也不相信，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啊，真正彻底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之人，他相信。那事实真相看到，啊，这种人相信。啊，正如欧耶大师所说的，啊，像马明龙树，啊，智者永明之流，他们相信。为什么？他们是彻底误入诸法实相。啊，这种人相信，这是阿弥陀佛神力的价值。人事环境、物质环境种种条件的因缘，是你虽然在业，业力在那边不起作用，不起作用。啊，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啊，那么我们今天念佛，念佛这个业力烦恼常常起现行。啊，这个起现行告诉诸位，不是好现象，障碍你往生。现前障碍你一心不乱，障碍你啊功夫成片。我们要想真正得功夫成片，得功夫成片就决定有把握往生了，就有把握了。你们现在虽然修行功夫很得力了，业障消了一点了，问问你有没有把握往生？没把握。啊，为什么没把握呢？烦恼没扶住。
啊，业障虽然是消了一些，这是肯定的，消的还不够啊，消到一定程度，你的心清净，就是功夫成仙啊，功夫成仙，不但有把握往生，功夫好一点的可以自在往生，想什么时候往生就什么时候往生啊。现在啊，你们注意依照这个法门学啊，这个业障消了一点啊，这一点点好处一点利益的人很多啊，到功夫成仙呢，说的想什么时候走的，我现在还没有看到一个啊，希望大家努力啊，认真努力精进，再进一步就达到了啊，不能停止啊，得到功夫成仙了，我们再迈进一步，这事已经不乱啊。经常说的很好啊，娑婆世界修行一天呢，等于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啊！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修到理一心不乱，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十道庄严土啊！啊，这是我们要认真努力的方向啊！好，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了。